我来看一下，好，那个在 mid 这个地方底下，因为可能刚刚同学有练习啊，每次练习到这边就会出现问题。问题就是你刚刚看到结果，哎，0551没有错，可是你按确定之后发现奇怪，得到的结果呢？但这个如果你现在看到，会是一定直觉了哦，就是格式的问题。那为什么呢？第一个，请你按滑鼠右键，储存个格式。你看啊，它一定是什么呢？文字，也就是说了哈，如果它的预设格式哈，本来应该是通用，结果呢被改成文字的时候，哦，然后你只要输入，它就显示是公式，它不会是结果。那你说如果要恢复正常怎么办？很简单嘛，就把它改回去就好了嘛。因为我刚刚有改还是不行。对，但是你改完之后哦，你还要在上面打个勾。缺了这一步，然后。对，因为它格式虽然变了，但是它资料它还没有在，他们在 repeat，对对对，更等于新是过。更新一下了，对对对，所以你如果要让它有还原变成你要的结果，一定要更新，所以一定要再把它打个勾，这样确定说公式又重新输入到那个格子里面去了，才会套用新的格式啦。OK，好，大概是这样了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，就是。并且用过，哦，反正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啊，就是哦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OK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那底下的话，然后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综合练习啊，就这一题。那其实刚刚我们已经加了09，对吧？那等于09 and f 4嘛，然后后面的话就大概是 and 一个减号，然后后面的话当然一定，还有减号如果有的话了哈。就是，那后面的话就084，可是问题我要怎么样刚好084？啊，当然第一个你要重复几个零，然后再串接84就可以了。那要重复几个零呢？其实哦，我先在旁边练习啊，然后当然我们第一个可以先用len 的这个函数，然后先算一下它里面有几个字，两个字对不对哈？那我要重复几个零？重复一个嘛？为什么一个呢？其实用三去减，三减掉二嘛，三减掉二等于多少？等于一嘛。当然，如果你向右填满的话呢，哦，它会是两个。所以哦，这个的话就是等于意思说，我要重复，我要产生一个零，这个要产生两个零。诶，那我要怎么样刚好可以产生要的数量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接下来就把这个公式解下来，然后再插入那个什么 repeat 函数。Ipt，然后把那个文字给它文要重复什么嘛？哦，所以第一个 test，啊，这个就要这个 test 指的是你要重复什么字？哦，重复零。文字记得前后一定要双引号哦，这个一定要有这个动作了哦。这个如果没加，一定会发现错误哦。然后呢，number times 几次就把刚刚公式贴上就可以了。几次？一次嘛，得到一个零。有没有按确定？然后如果你向右拉，它就两个零，有没有？那你说老师，那这个零八四没八四没出来怎么办？很简单嘛，你后面不是在 end，然后再把这个，G 四串过来，打个勾不就好了？零八四就有了，向右拉007不就有了？有没有？好像可以懂我的意思了哈。那如果我今天呢要把这个公式串到这边来的话，那很简单嘛，这公式再剪下来好了，啊，再复制一下好了哈，然后取消，然后再把它移到这边，and 哦，这个不要漏档了，贴上就可以了嘛哈，然后打个勾应该就有了084，然后后面呢007的话，因为它的规则跟这个 G 四哈蛮像的，把它改 H 四就好，所以把这个公式一直到减号要嘛哈，有没有？然后 and 也要嘛哈，and 减号，然后复制到尾巴嘛哈，然后贴上，然后呢，记得把什么？把这个 G 四改成 H 四，好，这个把它改 H 四，OK，好，那这样打个勾就完成了，有没有？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了哈。其实公式并看起来好像有点长，但是实际上呢。这个 G 四跟 H 四的
哦，其实是一样的哈、哦。那最后如果说你要让它向下填满，这边有个空点嘛，哦、快点两下，它就底下就整个填满到底了。应该知道这个快点两下吧哈、哦。但你说老师，我只知道向下拉，如果底下一万米，你会拉到什么时候？这边顺便做点预兆。记得哦，就是游标在右下角空点快点两下了，它就直接填满到底了。OK 哦 ，OK。因为我之前觉得这应该是大家都会的，因为后来发现奇怪，很多人说老师你刚刚做什么？为什么它可以填满到下面？没有用过的。OK， 好了，反正不管哦。如果你之前不管有没有用过了，反正你就记得把这个公式给完成。啊，那公式有点冗长哦，其实我会在云端白板上面呢，其实也有了，所以你们可以。看一下那个云端白板上面的这个文字与资料函数这个单元哦，你可以找一下，我应该是放在第这边有页数了哦，往下卷动应该是在第在这里第三页地方这一个。那当然了，我底下哦还有用另外一个好几个其他的方法，其实在 Excel 里面也有一个函数叫 concat 就是可以取代 and， 如果你不用 and 的符号的话。其实是可以用 concat， 然后呢，括弧里面把它用逗点隔开，就是一样可以把它串在一起。好，不过看起来好像 Zoom 比较方便，所以如果你假设不想再多学一个 concat， 你用 and 符号就好了。OK， 好，因为好像没比较方便就算了。好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啊、哦。